问题，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。刚刚影片中呢，你有看到大明使用哪一些拒绝技巧吗？转移话题，自我解嘲，找借口，要找借口。请问你自己有没有在真实的健康情境中啊，好，然后使用过这个拒绝技巧？我们拒绝过明老师安排考试。好，拒绝老师安排考试，然后老师有答应你不要考吗？没有，就还是失败了。我们要怎么样拒绝这些新兴的烟品？不只是传统的烟、纸烟，好，然后现在有很多的电子烟啊，好，然后加热烟啊、彩虹烟啊这一类的哈。那你知道该怎么拒绝它吗？你有没有拒绝的理由？哦，吸烟，我的肺会烂掉，不好，会得肺癌。电子烟会爆炸。电子烟会爆炸，很好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上台演练。那要提醒的是，等一下拒绝的时候，三个要件。第一个是你要坚定自己的想法，不管你是小花还是那个其他的主角，好，你都要坚定自己为什么不想要使用，而且你要真心的说明原因。好，你真的不想要使用的原因有哪一些？还有一个，刚刚有些同学说不出自己拒绝的经验，可能是因为心太软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。好，你有保护自己的健康的权利，所以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动摇自己的拒绝的心意，好吗？没问题。前又偷偷告诉你，这最新产品电子烟，要不要一起吸吸看呢？我觉得还是比较好，因为新闻上说这个可能会爆炸，会伤害肺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要吸比较好。哦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让我们一起抵制这件事情。你有权利去拒绝你不想要的那个部分，分手渣男，不要渣男。